一天没来，我发现这里又有蛋呀，这个谁家的海鸭子又跑出来了啊。前边就是那个他们啊，你们都说不相信啊，前面是那个这里有养殖场嘛，他会盖几个小屋在这里看着养殖场，然后呢会养几只鸭子，海鸭子，我们这的海鸭子在这里都是吃海鲜长大的，所以它下几个蛋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不错不错，我小点声，省得被他们听到。哎，不错不错，说了啊，不错呀，继续找找，感觉还有好多蛋的地方呢啊。一下吧，对，快看，鲍鱼一只，我还没来得及翻石头就看到鲍鱼一只了。对呀，它在这里吃海菜呢，鲍鱼就喜欢吃海带呀、海菜之类的啊。收了它。有好多朋友说我不翻石头了，其实你看石头底下没有东西，我就没捡出来。走，它这里有一个沙贝，捡了它。最近哈、能不能多捡点沙贝，就靠我了。你是不是好久没吃饭？咦，看看这里有一个蛋，哎，看吧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在它旁边还潜藏了一只大货呀，收了啊！看看石头底下一点一个都不能浪费哈。今天来我翻了石头，如果没有货的话，我也捡出来给大家看看，生怕别人说我偷懒，说我不翻石头啊。啥呀？是不是进去一个小螃蟹？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出来，出来！看看这石头底下有没有货，有没有？干啥呀？挡镜头了，我是。这底下是实底的，没有。走吧。看看石块底下，一个都不能错过呀！鱼！这里边好大一条鱼，吓得我腿一抖，什么情况？哎？什么叫它会变吗？明明看到底下有一个鱼藏进去了，怎么翻出来是一个鲍鱼？它会大变，它会76变，我操，搞笑啊！那个鱼呢？鲍鱼？那条鱼呢？是不是你变的呀？走，收了啊！你知道吗？排水口附近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真的是太时髦。多翻翻石头吧。哎，没有，走，来这边看。哎、哦，有，快干不干？这里好多蛋，你看这里压的，好疼好疼，滑动。啊？没事。这个鸭子，我说是不是就躺在这里在这下蛋呀？也有可能是被水冲过来的。你看这几个蛋多么大呀！不错啊，收了它。这先发财了，我捡了20来个蛋了，你们敢信吗？我发现一只猫眼螺，你看这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小的螺？哎呀，我在这帮我去我去我去，这是一个小猫眼螺呀。哎，这还有肉吗？这一个去哪了？戴手套拿起来不得劲儿。哎呀，这里边是有藏了一个寄居蟹，你看这是小的猫眼螺，把它给剪了啊，把这个大猫眼螺剪了。咦呀，它做的好快。看他在这里刚要握杀就让我给逮了呀，你看一点水都没有，收了。你看这里有个沙贝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这里有一个鲍鱼啊。今天我发现我的眼睛它就没有那么溜啊，光看到颜色鲜艳的，走近一看这里还有一个鲍鱼。你看如果不是看到这个沙贝，鲍鱼都丢了，看不见。你看好活跃的样子，但而且还很肥很有肉。今天的鲍鱼不错哈，只是它不是吸石头，不是那么厉害，养殖的就这样软绵绵的。今天差点灵感，怎么就抓不到八爪鱼呢？有没有？啥？我看见了，螃蟹。没有，走吧。看这个，过来。八爪鱼也没有，走吧。哎，好大的大黑鱼在这里。不是。哎，好了，这里还有两个蛋。我就说吧，今天沙滩上不少蛋，这是我抓到的第30只蛋，以这2只蛋收尾。行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回家吧啊，走了。